片方都来给厨师客家厨房鸡炸飞。今天是我们的开播记者会啦。这个记者会很特别哦，我们有这个全场的直播，所以呢，除了在现场的贵宾可以参与其中之外呢，在客家电视台的 YouTube 频道，还有呢我们电视台的粉丝脸书专页，还有呢在节目的粉丝专页也都可以看到现场直播，所以请所有的朋友们多多帮我们分享出去喽。片方都来给厨师客家厨房的这档节目是由客家电视台还有韩国 3Y Corporation 我们共同打造的一档实境节目。哇，这个是台湾首次跟韩国一起合作做出一个这么创新，而且呢里面有很多很惊喜火花的实境秀，所以也请大家多多帮我们宣传。我们集结这个台湾跟韩国很顶尖的艺人，我们呢紧急迫降到了苗栗的客家庄去经营道地的客家餐厅，还有啊他们还要尝试开着餐车到棒球场去跟大家推荐我们的创意客家料理。唐一来就知道懂神奇什么，是不是觉得非常的期待呀？所以呢，从12月6号晚间8点，请一定要锁定客家电视台《天风多晚夜厨师》客家厨房，请大家掌声鼓励。非常非常不容易完成这样子的合作，然后产生出来的这个作品，相信大家都会觉得，跟以前非常的不一样。好，欢迎我们的五位成员来到现场，来，请上台。每一个看主厨师都觉得好吃哦，好好吃哦。好，首先呢，先请大家可以简单的跟现场朋友们打个招呼，然后介绍一下这一次在这个节目里面是什么样的植物。我们先从小一哥是什么？是能量担当是不是？没有没有，我是在厨房里面的二厨，但是搞出一些事情出来。对，就我觉得应该就是这只片段，希望大家能够再期待一下。包括打着乒乓球走进来这件事，是没错。OK， 好，敬请期待。生蚝哥呢，店经理。我对，你都帮我讲说我是店经理，对，我在里面就负责外场，主要要跟客人做一些沟通嘛。因为其实我们这个蛮真实的，我也担心说这个客人吃的，因为很多是当地的乡亲。然后我也怕说我们原日厨师刚开始在煮的时候会不会不对味、我们要服务那个客人，有些客人真的不是太好口，因为就是客家菜口味要把关一下，那个当地人就是一吃就知道。对，因为当地有老派跟新派跟旧派的，那么有人会觉得太咸或者太淡，反正就是众说纷纭，意见很多了，我要负责去跟他们做一些沟通协调。店经理很难当哎，那问一下幕后大老板，大家可能会觉得刚开始片段立刻好像没有很多，因为我们都是剪一两，就是前两集的画面，但到后面的时候，哇，大家可以敬请期待一下，立刻究竟有什么样的火花，而且好帅哦，忍不住，好帅哦。嗨，那店经理哥哥、妹妹、姐姐，大家好，我是立特。어떤역할을맡았다고말씀드리기전에저는이말씀을좀드리고싶습니다在跟大家说我负责什么角色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说句话。얼마전에끝난프리미어12대만야구우승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前阵子在台湾刚结束的 Premier School 的节目呢，就在台湾胜成功的完结，完成播出了。리니민선수가너무골잘던진모습을보면서다시한번대만야구에반했습니다就是我前几天甚至呢，我在台湾看到，就是台湾的这12强的棒球赛呢，我看到台湾成功得到了冠军，那非常开心看到台湾这么表现。嗯，就是很感谢这一项。저는이프로그램에서이모든계획을짠인물이고요그리고우리원일셰프님께서이렇게맛있게요리를또만들어주시면은오늘의요리는어떤지평가도하고그리고그맛있는요리를우리손님들에게같이서빙도하는그런역할을함께진행하고있습니다那我负责的角色呢，我是这个整个这间餐厅企划的企划者。那我们原日厨师做出好吃的食物的时候，我就会负责试吃，然后会把这些餐点送上给我们的客人的服务生的角色。나쁜사장님이셨죠他是个坏老板。对不起。说是坏老板，让我们请主厨来介绍一下这次来到这里的重责大任是什么？
네안녕하세요大家好啊，我是 Chef 李元日，好好睡的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元日，好好睡的大家。아요번에셰프의시차하카의부엌에서맨앞에붙어있는셰프의역할을맡은주방장이자이틀나쁜사장님의게임에꼬여가지고여기이제하카까지날아오게된이원희셰프예요이원희셰프입니다那我是在这次厨师的迫降客家厨房呢，负责一线主厨角色的李元日，那同时呢，也是被这个坏老板利特坏老板被骗来台湾的厨师。제가이특씨랑한국에서부터여러프로그램들같이하면서참친했었는데제가게임에넘어와가지고지금오늘아침까지만해도또대만에한국에있다가눈맞고있다가여기와가지고이따뜻한데서뭐하고있는건지아직도잘모르고있습니다其实今天早上呢，因为韩国现在下大雪，那我在下大雪在上下下大雪的途中呢，我就来到台湾，然后到现在我都还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하지만또이런자리에또많은저희동료분들과같이함께돼서영광감사합니다但是呢，被邀请被大家邀请来这里，然后跟这么多的餐厅的伙伴们一起跟大家见面，我感到非常的开心。所以主厨其实很擅长，就是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可是却迎接了一件非常了不起又很开心，可能很震惊的事情，对不对？피할수없으면즐겨라라는한국말이있거든요그래서 즐기기는했는데요맨마지막에저희영상끝에를보니까제가다이어트에실패하고바로온게너무드러나가지고참속상합니다那其实韩国有句话说，如果你没有办法避开，那你就想逃避，你就享受吧。这句话，那其实我在拍摄，其实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我看到影片后面的时候呢，因为我在拍摄整个过程中就非常享受，但是在拍成品的时候，发现我好像减肥失败，这一点我觉得有点可惜。一周嘛，你只要就是。要是利特，要是利特可以再早一个礼拜告诉我就好了。이모습이더아름답습니다我觉得现在的样子比较好看。너무멋있어요괜찮아요谢谢接下来我刚刚看到 Judy 哇 Judy 很不容易耶你在这一次的这个角色好像非常多元哦是台湾后乃黑 Judy 首先呢因为 我要负责内场然后外场两边都要跑然后有时候小姐然后里面的他们因为语言不通我有时候要去帮他们翻译然后就发生什么问题就是我尽量努力帮他们解决然后外场的时候是因为我有10年的打工经验发生什么问题我可以去就协助解决他对对解决对哇就这样 OK 所以小这看起来就是一个漂亮小女生她要兼顾这个中韩翻译，然后兼顾这个内场外场的和谐，然后还要帮忙哥哥们之间有一些问题要帮忙解决。哦，其实很忙的耶。但相信大家很好奇，就是立特这样子跟台湾的艺人长时间相处合作，然后一直这样开餐厅，有什么最特别的经验吗？或是觉得啊很神奇不一样的地方？我先给질문드리겠습니다이번대만연예인들과처음으로같이이제식당프로젝트를진행하게됐는데혹시기분이어떠셨는지사실같이언어가잘안통하기때문에촬영을하게되면좀힘들거나불편하지않을까라는생각을했었는데사실언어가잘통하지않아도서로가원하는마음이라든지그눈빛만으로도서로가뭘원하는지또알았고또그리고우리형님께서촬영장분위기를또부드럽게하기위해서더열심히도와주셨기때문에촬영장분위기가더행복한분위기지않았다는생각이듭니다아一开始其实我觉得可能会因为发生语言不通的情况所以导致可能会有不方便不好沟通的情况但实际上在见到各个成员的时候发现其实我们只要光靠眼神或是我们一些默契我们就可以做到一些心灵相通的默契那尤其呢我们生蚝哥呢他为了让大家就是让拍摄情况拍摄现场变得更欢乐所以他付出非常多的努力然后也非常照顾我们大家所以我觉得非常感谢那我也很好奇主厨的部分做韩国料理这是第一把交椅好厉害没有料理难得倒他但是客家菜跟韩国菜有什么相同或是不一样的地方呢셰프님께서이제하칭요리의보조이신데요이번에하카요리에도전하셨는데하카요리와한국요리의차이점이어떤지말씀드리겠습니다실은
워낙 지역도 다르고 다른 재료들을 사용하기 때문에 맛의 베이스 자체는 굉장히 달라서 실은 어떤 맛이 정답인지 알고 시작했었던 상태임에도 불구하고 그 맛을 내는 게 정말 힘들더라고요. 그래서 하지만 요리의 기본은 굉장히 비슷하다라는 생각을 했습니다. 불을 써서 맛을 끌어내는 방법, 그 다음에 음식들을 다룰 때 어떻게 다뤄야 하는지 이런 기본적인 사항들은 똑같아서 조금 시간은 걸렸지만 같은 장을 쓰는 무대이다 보니까 금방 따라잡을 수 있었습니다. 那因为其实呢，我们地区不同，在不同的地区呢，都使用不同的食材，所以就是我们的味池养蛤蜊方客家菜和韩国料理的口味，其实厨商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即便我知道正确的味道是什么样子的口味，但是想要完全重现，我觉得其实相当的不容易。但是呢，我们基本上一些料理的一些基本的技巧，比如说我们用去火烤、去烤出一些炙烧味等等的方式，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所以后来我学一学很快就上手了。所以也是很厉害耶，时间其实很短，马上被丢到苗栗客家庄，然后马上就经营一个客家餐厅。但是以味道这件事情来讲，真的要对于这个食物客家菜，然后呢要变成跟乡亲之间结沟通，就是靠生蚝哥而言。那刚刚其实立特讲了你好多好话，那你刚刚听到就是一开始要跟立特合作的时候，脑袋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其实我真的很开心，因为我听到的时候蛮惊讶的，我本来以为他，我们伊里经理跟我讲的是一个梦想，一个玩笑话，但最后成真的时候确实很开心，因为我想，Super Junior 代表的是一个亚洲天团嘛，然后他们是一个韩国的代表，他们愿意来台湾，然后推广客家文化，我身为一个客家子弟，我听到的时候非常开心，尤其是我们这。 尤其是我们这么多年来，我们台湾也受了很多韩流的影响，然后我们也吃韩国的料理，去韩国旅游，买韩国的服饰，然后今天变成是他们有一点让我们想说，他们想要带领以韩国强大的这种实力，把我们这个客家文化带进去韩国，甚至输出到全世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真的，我觉得会让更多的韩国的朋友就哇。 然后台湾说，哎，我要吃客家料理，这就是一个很棒的第一个迈出的一大步。哎，接下来我觉得这个二厨的角色也是不好当的哦。小杰哥，你在主厨这么厉害的厨师身边，然后可能会有一些一开始要适应的地方，或者有没有不小心做了一些好笑的事情，然后结果让主厨很苦恼的。是，其实还蛮紧张，因为我在厨房也算是小白嘛，所以当知道李元任这个大厨。 要来当我们这个店的主厨，我又当二厨，其实也会觉得，因为你知道大厨一定很多的那种美眉嘎嘎。听说大厨脾气都不好，但是看起来主厨脾气看起来很好哎。是，刚开始我都觉得我会有一点害怕，就做错，然后因为他们一定有他们的方式，所以就会很拘谨，然后配合任何事情。可是我觉得李元日主厨已经发现到这个问题了。 他就跟我说，其实你就可以轻松一点，然后跟我玩，然后，做你自己一点，然后到后面的状况就稍微比较轻松欢乐一些。就是跟你说，放胆去做，有什么事情我 cover 你，是不是？是。哇，好温暖，哎，光他看他的那个笑容，就觉得说。假的时候，假的时候。假的时候，你做的很好，你做的很好，像很好。好，那接下来 Judy。 我觉得呢，这些哥哥们啊，在这个厨房忙的时候，你要忙内忙外嘛，有没有什么印象很深刻的事情？你现在可以抱怨，真的没有关系。就是刚刚我们影片是看到了吗？就是小姐啊，吵，就是那个对，翻到了，然后他就对，这种事情就印象深刻。哦，那你要帮忙擦地板，对不对？我好像没有。哦<笑> 自己做的，自己擦。<笑>太方便，就有点笑。哦，笑就好。那我觉得就是因为节目很特别，所以可不可以请大家用一句话来推荐一下铁皇都来一个厨师哈达厨房，到底有什么亮点，一定要看的。小杰跟我们先来。我觉得这些这么优秀的演员，然后有什么理由不看这节目？而且这个刚刚大家看的片段也只是一小部分，所以还有很多非常精彩的内容可以等着大家来期待。嗯，沈浩哥呢？ 想看韩国明星主厨如何做客家料理，就一定要看我们客家厨房，超有说服力。那立特呢？
大老板。하카음식이또전세계에서큰사랑을받을수있는기회라고생각이들고요那我觉得呢，这个机会是可以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认识客家菜是独棒菜的一个好机会。이음식을통해서사람들이어떻게살아가고있는지함께만나볼수있고요那可以透过一道食物、一道菜、一道料理，我们可以去了解这个人的生活。그리고또한한국에서우리대만분들은또어떤생활을또어떻게살아가고있는지사람냄새나는재밌는방송을함께보실수있을것같습니다那可以透过节目呢，韩国人也可以在透过节目看到我们台湾人是过着什么样的吃的什么样的食物的什么样的生活，可以了解到台湾的生活层一面。OK， 猪猪，你呢？하카의 부엌은 리얼리티였습니다我们客家厨房呢是实景节目，是真的。정말힘들었거든요真的非常累。근데찍고나서돌아서썼을때정말이만큼추억이많이남는프로그램이있나라고할정도로아직도가슴속에진짜저희촬영한지좀시간이지났음에도불구하고아직도추억이많이남아있습니다但是在拍完之后呢，回过头来一想，就觉得，这些劳累的过程呢，对我来说都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사람냄새나는방송이라고했는데정말사람냄새풀풀풍기면서주변에서어떤일들이벌어지고하카의맛있는음식이어떻게변신되는지꼭지켜보주셨으면감사겠습니다那大家都说这是一个非常有人情味的节目，那希望大家呢可以来透过我们的节目去看看什么叫做人情味，然后大家在厨房认真努力的样子，希望大家可以准收看我们的节目。OK， 好，我们来问一下 Judy。我希望是透过这个节目，很多人就多了解客家料理，因为我也是透过这个节目，就是真的多了解了客家料理，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真的非常好玩，非常。经常客家料理很好吃的，很好吃，너무맛있어요，너무너무맛있어요，너무너무맛있어요。好，我们刚刚稍微聊了一些他们的一些甘苦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开放给媒体朋友，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举手发问。今天我们记者会结束之后，就是没有再有可能平面访问或者是联网部分，所以大家可以趁这个时候可以帮我们发问一下。哎，你好。想请问，就是主厨跟丽卡，这次来台湾除了客家菜之外，有没有去尝试一些台湾其他小吃，像夜市之类的那种小吃？谢谢。我们来去丽华以及面给你们什么国料台湾料理这家，因为以为都是台湾台湾几家，是像那么好吃一样的。저는그콘서트를왔을때그시장에서이렇게사온치킨그튀김그뭐라지파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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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가맛있지오리지널맛스파이시맛페퍼맛이렇게있었는데사실하나먹기도배부르거든요너무욕심이나서맛별로다먹었습니다那我的话呢，台湾的小吃部分，其实之前在演唱会的时候，我有吃过台湾的鸡排。那里面的厨师就说鸡排非常好吃呢，你怎么会不知道鸡排的名字？那我在吃鸡排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它其实鸡排有很多不同口味，像胡椒味，或是辣味，或是一些各种不同的一些口味，然后实在太好吃了，所以我后来每一种口味都有吃。아직도기억이나는게마사지를받아야되는데지파이가온거예요我到现在还印象深刻的是，我正要去按摩了，正要开始接受按摩，结果鸡排就到了。마사지를받으면서먹었거든요所以我就边按摩边吃鸡排。哇，那个按摩师傅可能会有点讨厌你。好吃，好吃。那主厨的喜欢的台湾小吃有什么？很难选哈，太多了。어떻게하나만꼽죠怎么可能只选一个？네너무맛있게먹고한국은사계절이있어서실은야시장이겨울에는춥기때문에발달을잘안해있어요那韩国的话呢，其实因为四季分明，所以冬天的时候天气比较冷，所以冬天的时候夜市就没有这么发达。하지만이대만의날씨가주는풍요로움은사시사철바깥에서편하게음식을먹을수있기때문에저도야시장음식진짜좋아하거든요那台湾因为四季都温和，所以就是这种夜市的小吃，户外的一些夜市小吃文化非常的发达。那我自己的话呢，个人也非常喜欢吃夜市的小吃。저는그리고거의못먹는음식이없기때문에초토후부터시작해서굴전오이스터아몬드뭐이런것들다좋아하기때문에저는
내일밤에제가대만에왔다그러면은어디야시장인가저는가있습니다那就是我呢，其实没有在挑食的，从臭豆腐到蚵仔煎啊，什么食物我都喜欢吃。所以我来台湾的时候呢，我可能都会出现在某一个夜市当中。台湾食物맛있어요。台湾食物好吃。很好吃。很好吃。음식질문하셨는데지금너무배고프거든요刚有人提到，就是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美食的问题，那我现在听完就觉得好饿。우육면한그릇이라도어떻게좀牛肉面可以来碗牛肉面吗？很会剪，非常会剪。他们牛肉面也很好吃，因为今天他们真的是在韩国下大雪的状况下，然后还特别的赶来台湾，所以待会儿一定要好好去饱餐一顿。还有媒体朋友有问题 ？OK， 先暖化。那位，好像这时候好像在玩那个哦，没事，你先玩。想请问立特是能不能请立特是跟观众用客语跟大家打招呼，然后也另外想请问生豪哥说这次参与这个实境节目跟以往演客家戏剧有什么不同感受？台湾什么样子？啊，会自己去就够了。아너무많이해가지고요지금니하오보다도더편해졌다고이야기해주세요这句话我在想讲太多次了，所以现在跟你好相比，这句话让我觉得更加熟悉。那学这句话真的就够了，你可以跟他讲到哪里讲谁会安江，就哦，好吃的东西就送上来了。안주세요好，对，这个戏剧哦，对，所以跟没有分语言啊，所以我不会觉得语言上面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哎，导致这一次的合作比较新鲜，因为我们整个团队都是韩国的拍摄团队，所以在沟通上面会稍稍辛苦一点，但是大概不到一天的时间，我们磨合就 OK 了。就因为彼此都很多工作经验的重叠，大概就像刚立特说，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大概就知道彼此要的是什么，所以进行的非常顺。真的，这也是很有默契，也都是很好的演员嘛，一个眼神就知道你要做什么。好，刚刚还有两位媒体朋友，我想问立特，因为就 Super Junior 都很常来台湾，然后粉丝都会说他们把台湾当厨房一样，想知道立特有知道就是造咖大战这个说法吗？然后还有觉得开演唱会比较累，还是开餐厅比较累？谢谢。멤버들이뭐 TN 도얼마전에왔다갔고요 QN 도왔다갔고요지금뭐개인적으로도멤버들이많이왔다갔다하는데제가더많이오고싶습니다那我们成员呢其实来的人非常的多那前阵子来了贵贤还有 DNE 他们都有来过那其实呢我个人私心希望我可以更常来比他们更常来台湾너무좋은일이긴한데요제가우리그다른멤버들보다한번더보고싶습니다就是呢其实呢我跟秀想要比其他成员来台湾就是再多一次就是要比他们更常来台湾그대만은주방이라기보다는약간집같은곳이라고표현을하고싶습니다那台湾对我来说呢比起造咖呢我觉得反而像是一个家그리고공연과식당운영중에어떤것이힘드냐고물어보신다면식당운영이더힘들다라고말씀드리고싶네요那如果问我说呢演唱会和经营餐厅哪一个比较累呢我会觉得经营餐厅其实比较累공연정해진것들만하면뭐큰문제가없겠지만那演出的部分我在表演演唱会的时候只要按照我指定的预计和计划去演出就好식당은그날음식을만드는셰프님의컨디션에따라음식맛도달라지고요但是餐厅呢会当天的料理的水准呢会依照我们厨师的状态会有不一样的变化서빙을하다가문제가생길수도있고요或是我们在服务的时候也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뭐주문이잘못들어갈수도있고요或者也有可能不小心点错餐또같이작업을하기때문에부딪힐수있거든요那因为这个是团队合作所以也可能会出现一些摩擦식당운영이참어렵긴하지만那餐厅经营其实有点困难두번째식당을열어보고싶습니다야但是呢我想要开第二家餐厅부탁드립니다那就拜托你喽
그힘든일을저희한테시킨거네요所以就你就把这么辛苦的事情丢给我们喽。好，谢谢。对对。原来因为客家料理真的太好吃了，主厨如果在这边常住的话，一定可以吃到更多不同好吃的客家菜。对，欢迎欢迎。对，那天老师帮我跟他欢迎一下，每天让你吃客家菜吃到饱哦。네뭐체인점으로2호3호4호계속오픈을하도록하겠습니다那我也会继续开3号店啊4号店啊会开更多的连锁店다같이하실거죠希望就是之后1号店2号店3号店都可以继续跟他见面好我们再开放两个问题哦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刚刚预告片啊，里面有看到，就是好像有点稍微有点小小的冲突。想问一下那一段大概是发生什么事，然后最后是怎么化解的？还有小杰刚刚好像有一点就是哭到脸，然后有留下伤痕吗？谢谢。森豪哥，刚질문같은경우는이제아까예고편을봤을때충돌화면이있었는데혹시그충돌했던화면에대해서어떤일이사건이있었는지혹시좀말씀해주실수있을까요그리고아까태홍진님께서당장얼굴이없으셨는데혹시얼굴은괜찮으셨는지 Reality show 是真的저희싸움은요那我们吵架的部分冲突的部分呢본방사수를부탁드립니다请大家持守首播很坏耶掌声鼓励超坏完全没有爆雷哇제가지금가운데앉아있잖아요네네많이불편합니다我现在坐在他们中间其实我觉得很尴尬好耶那我们问一下生豪哥好了以不爆雷的方式来稍微解释这件事很严重吗对了对他们来说对其他人来说有点严重有持续很久吗还好有影响到菜的口味吗菜的口味不是我能决定的我是他煮的你看 OK 我知道立特为什么坐在中间觉得现在很尴尬了 OK 那不管怎样就是大家一定要准时锁定我们的天空都来的厨师哈嘎厨师非常精彩那小杰哥，你刚刚被泼到那一个到底是什么菜？是滚烫料理吗？是，它是梅干扣肉，是刚出来的，是刚蒸好的，刚蒸好的。那么 super hot， super hot， 哇！对，它现在长得还非常完整嘛。对，其实，在做那个翻盖的时候，把菜呈现在那个客人的那过程中，其实。里面的厨师有先教我怎么去做这件事他是教你放在脸上对然后我这样看我觉得好像蛮简单的、uh-huh. 对可是在做的时候其实跟想象中不一样因为那还是要有一个专业而且你要很常去使用的一个方法才有办法做那件事情那后来解决的办法呢大家看看之后的节目播出但你就是有厨艺有不断的在增进然后越来越厉害的状态哦有大概知道了一些概念然后也会慢慢的比较了解一些OK 好我们看到最后一个问题哦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在冲突的时候谁比较是那个调停的那个人然后还有就是想问主厨跟立特就是有没有吃到哪一客家菜的口味是你们比较没办法接受这样子。충돌이있었을때는우리 PD 님께서 많이 중재를 해주셨습니다。那发生冲突的部分呢？其实调停的部分其实是我们的导演来负责调停。사실어느한프로그램을진행을하게되면사실연기자분들과제작진분들이사이가굉장히좋아지거나사이가굉장히나빠지는둘중에하나이거든요那我们在拍节目的时候呢，我们的通常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我们的演出团队和制作团队的感情会变得非常好，然后另外一种是演出团队和制作团队的感情会变得比较不好。근데워낙촬영장분위기가좋아가지고지금도우리끼리눈빛만보고장난도많이치고요너무가까운사이가되었습니다那我们呢？我们拍摄场环境其实整个气氛都非常的好，所以我们现在光看眼神都可以互动，彼此心灵相通，所以我们的和制作团队的关系非常的好。네그리고학카음식중에뭐제입에안맞는음식은없었고요
그리고그음식을통해서변형이되고변형이되고그러면서더더욱새로운맛을내는또하카이음식이나온것같아서여러분들저쪽가까운거리에팝업스토어가열려있으니까한번들려서예우리버거하카버거를한번드셔보시고야하카의음식이또이렇게발전했구나또변형됐구나하카요셰프의불시착이더재밌겠구나함께느끼실수있을겁니다客家料理并没有什么客家料理是我不合胃口的料理。那我们这个料理呢，其实也经过不一样的变化诠释，那重新融合出一个不一样的菜色。那我们其实呢，附近我们就开了我们的快闪店。那我们快闪店里面也有我们的特汉堡，那大家可以也来尝尝看，我们把客家料理重新诠释成不什么样的料理。바깥에가면은저희이제앞치마가준비되어있으니까요다같이일회용으로가보록하겠습니다那我们这边，我们的快闪店其实也准备好了我们的围裙，那我们大家可以带上围裙一起来工作。对不起，对不起。在他口中的快老板，在最后一个跟他说的对不起。但我觉得光这样子短短的一个访谈，就可以看他们感情真的非常好，先给他们一个掌声，感谢你们。谢谢，谢谢大家。在一起吗？好好好好 ，one more。OK。剪刀石头布吗？可以，一样的。拆完就不剪了。没关系。想问一下，因为最近十二强，然后有看到立特他有就是直播有讲到这件事情，想问一下立特对于台湾的选手跟十二强有什么看法？然后因为想问一下，小杰哥也是国手出身嘛，想问一下对于台湾的这些选手的好表现，那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跟比赛的整个过程，你觉得你有什么看法？这样。저희가지난번에하카레이비촬영을했을때야구장에서하카버거를판매했습니다그래서우리의또기운이대만야구선수들에게전해지지않았나라는좋은기운이전해지지않았나라는또생각도들고요其实呢，我们在拍节目的时候呢，有一段我们也是有到棒球场去拍摄。那我觉得，也许是我们拍摄的一个很好的运势呢，传递给了台湾的棒球队，所以带来了这么好的成绩。我有这样的想法。呜，掌声鼓励啊！야구를보면서느낀거는감독의지략도굉장히또좋았지만이선수들이또메이저리그무대에서또뛰는그런모습들을보면서앞으로우리대만야구가더욱더발전해야한다는생각도들고요저도그걸보면서한국인으로서우리한국야구도발전했으면좋겠다라는생각이같이들었습니다那我在看台湾棒球的赛事的时候呢，当然不除了教练的策略也非常重要，但是我们选手在场上的表现也非常的重要。那我觉得台湾的棒球呢，未来也会变得越来越发展的更好。小杰哥呢？是，其实我本身就是运动员嘛。那其实我看得非常感动。然后因为大家可能就是看到大家场上的拼劲，然后甚至得到冠军这份荣耀嘛。那其实私底下的训练跟大家的付出是，可能大家都没有看过。它是一个非常艰辛辛苦的一个过程。那台湾队能得到现在这个成绩，真的以他们为荣，那我也很开心。我觉得像刚才立特所说的，打球可能可以控制自己，可是在这里可能无法控制自己。所以因为很多无法控制的事情，那当然就会有很多的火花了。再一次掌声，谢谢，谢谢你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多多分享一下，也就是12月6号星期五晚上8点，哈嘎天使团点蓬都来个厨师哈嘎厨房正式上菜。另外呢，刚刚提到的这一个特展，就是在华山文创园区到12月8号都有我们这节目的一些周边商品啊，像刚刚我们有提到可以穿的围裙啊，去点体验，还有特汉堡可以享用。谢谢大家，掌声欢迎。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莅临，因为他有工作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亲自来到现场。不过准备了一段影片要献给大家。예사출연진소개및사진촬영시간이됐습니다아쉽게도이번에막내리에는이번발표에참석하지못했지만특별히영상편지로여러분께인사를전합니다
안녕하세요트리플 S S 1 3예입니다제가강발로돌아왔습니다어때요예쁘죠大家好，是 Triplex 的念，这次用短头发跟大家打招呼啦。这次非常开心能够参加厨师的破绽客家厨房的拍摄，虽然是自己一个人出演节目，有点紧张，但还好有大家的帮忙，所以拍摄过程中非常的幸福，也非常的开心。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我的表现。然后12月6号记得准时收看哦。여러분금방发送해주세요拜拜。哇，好美好甜的感觉，那个甜美都溢出一幕了。接下来这位也是非常甜美又很优雅，但这次在节目里面真的是忙里忙内，还要兼顾很多中文沟通。掌声欢迎 Judy。阳光之光芒，我有个好声音，听到你们，请听到这个。Take a picture. Okay. Oh, excuse me. This place will be the prettiest one.这是我们忙里忙内一把的服务生 Judy， 害羞，那么也包邮。看一下左边 ，left side， 看一下右边 ，right side。可以跟我们后面的媒体朋友 say hi， 打打招呼。在后面，可以左边再来 ，left side。中间还有，好，媒体朋友还有什么需求吗？没有 ，OK， 来，那 Judy 稍微休息一下下。好，接下来呢，一直在精进自己厨艺的小杰，他这次会带来什么样了不起的厨艺展现呢？欢迎江宏杰。好，你好，你好。他这次是二厨的角色哦。来看一下中间，帅，怎么越来越帅啊？左边，好，看一下右边，对，好，后面的媒体朋友跟他们 say hi 一下，耶 ，OK， 好，还有没有？没有需求 ，OK 了。右边要一下，右边同学谁帅？啊，左边再一个，好。谢谢小杰哥，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哈。接下来这位就是外表跟实力都兼具，还要负责很多的沟通，然后真的是又会演戏又会主持，非常了不起。欢迎生蚝哥，好，我们的店经理。为了这个节目呢，也是特地的一定要出席今天的记者会。好，看一下左边，那个眼神，放成 Oh my God！ 好，左边的朋友，右边的朋友，全部都被电晕了。后面的媒体朋友也想要被电一下，放电。OK。还有朋友需求，中间来，我们中间再来几张。好的 ，OK， 生蚝哥稍微休息一下下，谢谢你对这个节目这么的支持。OK， 接下来呢，哦，是我觉得帮他预告就觉得他好有耐心哦，然后好亲切，从他就是手中烹饪出来的料理，吃在心里一定是非常幸福的。欢迎什么料理都难不倒的主厨李元玉。来到我们台湾
完记者会跟大家打招呼，我们的幕后大老板，也是这一次节目非常重要的灵魂人物，立特。他真的是一早才赶来的，好感人。OK, look at your left side, ladies. Oh, 很会。Three White Corporation and Haga Principal. Hello, hello. OK, 感谢你的哈。我们一起来合照一张，好不好？好。Let's take a picture together.Take a picture together. And... 哇，这个靠近一点点，是不是 ？OK， 好，靠近一点。这个位置 OK 吗？好，请看你们的中间。Let's look at the left side. 看一下左边。Yeah, left side, please. OK， 看一下右边。第一张合照，接下来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上手板。要丢，可以对过海顺跟他们一起拍吗 ？OK， 好，一样。看中间 ，Just look at the middle side. OK, look at your left side, please. Left side, please. 就放这边哦。Look at your right side, please. 坐到这边啊。Okay. Please wave your hands to the cameraman over there. 好。Middle side, please. Good morning, please. Wave. 那还有哪一个方位需要补画面 ？Okay, middle side. Oh, okay, your middle. 请问哪些方位这边啊？留步一下下，长期不练的夜就是很难的。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启动仪式哦。那我们等一下，工作人员，我们上仪式台，哇，非常的喜气。好，同时呢，我们要邀请长官上台和我们一起启动，欢迎许秋华总经理，欢迎康森演台总，还有金永文理事。진들이외이제저희와주신제작팀들도함께올라주시기바랍니다김영호이사님来，这个启动仪式呢，希望祝福我们下周五，也就是12月6号晚上8点要跟大家见面的铁粉多瓦耶厨师哈达厨房，收视长虹长强棍。来，我们先请工作人员递上金简。OK， 在您的后方，拿着剪刀，请先帮我拍照。Take pictures first. 포즈를취해주시기바랍니다好，请帮我们拿着剪刀拍一张 take photos first. OK. 好 ，look at your left side. 이쪽봐주세요 Left side, please. OK. And your right side, please. 이쪽봐주세요边。好，再回到我们中间。帮他去听哦。OK。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就是 pose， you know， yeah， just pose， yeah， just pose， OK。Just like you're going to cut the ribbon， but you have to cut the ribbon， OK。OK， 再拍一张，即将要紧。好，看一下左边。你就帮助他哟。右边，我们就抱住他呀。OK， 接下来呢，我会喊 3, 2, 1，and then you can cut the ribbon， OK？ 다음하시면이제커팅해주시기바랍니다。大家一起喽， 3, 2, 1，请用剪祝福铁粉多来个厨师，哈嘎厨房。
주시기 바랍니다. 파트너인스리와의 커플레이션의 김영문 이사님 인사 부탁드립니다. 안녕하세요. 接下来呢是我们非常有才华的李钟赫导演 PD. 钟赫 PD님. 안녕하세요. 안녕하세요. 환영합니다. 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卢慧庆组长. 卢경팀장님. 当然我们要谢谢了这个所有的团队伙伴. 各位听众，刚刚已经是另外一个人在我们的现场，非常的不容易，也要谢谢东方奇迹的安浩勇代表，欢迎。接着呢，是我们公共电视的徐秋华总经理，欢迎。接着是哈嘎天丝团，天丝演台中，欢迎。 是本次节目的制作人哦，欢迎到的是节目部经理罗毅李经理，还有节目部生活资讯组组长陈雪玲以及邱映竹，欢迎。趁着这次合作呢，我们接下来会有时间让大家好好的聊一聊，究竟是怎么样的契机可以让这档《天风都来》的厨师哈嘎厨房能够在大家面前呈现。首先。 안녕하세요大家好其实这句话很像韩文的안녕하세요所以台湾韩国跟韩国的안녕하세요와많이되게비슷하게들립니다所以客台跟韩国合作一点都不违和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合作 先谢谢来自韩国的朋友，李 PD 经理室，还有我们的丽特，还有我们的 Judy， 还有我们其他所有一起参与这次合作的伙伴们。 그래서 이제 한국이랑 대만의 공동 합작할 때 전혀 위화감이 없었는데요. 먼저 먼길에서 와주신 3Y 코퍼레이션의 이제 영문 이사님, 그리고 PD님, 그리고 한국에서 와주신 이특님, 주리님, 그리고 원희 셰프님들 등 모든 분들께 감사의 말씀을 전하고 싶습니다. 然后要恭喜客家电视台，促成了一个这么好的国际合作。其实，公视基金会今年。 一共展开了非常多的国际合作项目，而且是不同的类型。我们跟新加坡的 Media Corp 合作，一个旅游节目，跟 HK 合作纪录片。那接下来这个是我们众所期待的一个跟韩国的首都合作。 그리고 이번에 하카 TV에게 이번에 글로벌의 프로젝트를 성사시킬 수 있다는 것에 대해서 이제 축하의 말씀을 전하고 싶고 올해는 저희 공영방송국에서는 저희 이번 한국 대만과 합작뿐만 아니라 싱가포르 홍콩과도 다양한 프로그램 합작이 있었습니다. 所以非常期待12月6号的首播。这次合作我们也从韩国的团队学习了很多制作的方法跟细节，大家做了非常好的交流。 接下来我们就希望这个作品能够顺利的推向国际，让我们客家的文化也能在国际被看见。 이번 합작을 통해서 저희도 한국 제작팀에게 많은 기술과 제작 기획과 아이디어를 많이 배워왔고요. 그리고 12월 그리고 앞으로 저희 이번 합작을 통해서 글로벌 무대로 나아갈 수 있기를 기대하겠습니다. 所以最后。 안녕하세요. Welcome to Taiwan. Thank you. 谢谢大家。谢谢总经理。因为客语跟韩语其实很多异曲同工之妙。以前我喜欢追韩星，所以学了一点韩文。后来呢，开始学客语的时候，就发现哦，其实这样子上手很快。所以会讲韩文的朋友，拜托来学客语；会讲客语的朋友，学韩文也很快哦。 相信大家都很好奇，究竟这样子一个这么棒的契机是怎么样产生的？那这个节目又是怎么样可以出现在大家面前呢？我们要请主创团队上台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我们一样的掌声欢迎金永文理事，欢迎李钟赫导演，还有漂亮的易理经理，欢迎。然后，从这个节目的舞台里，我们从我们这个节目的时间里，给大家带来欢迎。 안녕하세요. 대만에 온 걸 환영합니다. 매장 开心想吃。
知道了，究竟就是什么样的契机促成这个台韩共制的节目的出现？我们先来问一问李氏好了。네먼저이사님께질문을드리고싶은데요어떤계기를통해서첫번째한국대만합작프로그램이성사되었는지요谢谢大家的莅临。我是南都制作公司的金杨文。먼저최근에한국드라마나영화가전세계에서많은사랑을받고있는데요那首先呢，因为最近韩国的电影或是电视剧在全世界都受到非常多的欢迎。네반대로한국에서는어떤콘텐츠나어이런창작물이사랑을받고있을까생각해봤을때상견례부터최근에한국영화청설까지대만의드라마나영화들이많이리메이크돼서인기를얻고있었습니다那相反的，我也想过，到底韩国什么样的，台湾有什么样的制作内容在韩国很流行，或是受到台湾韩国人的喜爱？那我思考过，发现像台湾的《想见你》等等的一些作品，在受到了非常多韩国人的欢迎。네그래서한국과대만이합작으로어떠한드라마나콘텐츠를만든다라고하면양국에서인기를얻을수있지않을까라는생각을하게되었습니다所以当时就想说，我们可以去想和台湾和韩国都非常喜欢的主题做进行合作，应该就可以在两国都可以得到两国人的爱护。네그래서올초부터대만의많은방송국들을미팅을했었는데하카 TV 와가장호흡이잘맞았다고판단이되어서이런결과물을만들수있게된것같습니다所以今年初开始呢，我就开始跟台湾的许多电视台进行接洽。那进行接洽的时候呢，发现我们跟客家电视台的很多想法都非常的一致，所以我们就开始有了这次合作的契机。네그래서이런협업을앞으로도많이할수있게여기이자리에와주신기자님들께서좋은기사로많이홍보해주셨으면감사하겠습니다那希望今天各位记者都可以就帮我们写很多好的报道，让我们未来呢有更多台湾韩国合作的机会。谢谢。感谢你啊。当然，刚刚呢，你是提到了哈嘎天使团，那在哈嘎天使团里面，我们有一位了不起也很有冲击的制作人罗毅礼经理。毅礼经理究竟是怎么样去跟韩国就接洽到，然后完成了这个任务呢？我觉得就像是这个三 Y 的这个理事经理是说的，其实韩流最近在世界其实是非常的受欢迎，那么我觉得其实现在的国际合作其实是现在产业的必要性，所以呢很开心可以跟一个这个充满着热情又充满着梦想的这个经理是一起来合作。我觉得在这个整个合作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觉得不仅是技术上面很重要的一个交流，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除了了解两国之间的文化更多，我觉得也透过这次的交流让我们更了解国际市场的需求。然后我要补充一点，就是我们的 PD。对，那我们的 PD 呢，就是看起来就是非常的温柔，然后又坚定，然后这个等一下帮我翻给大家听一下。温柔又坚定，一定要问。对，就是 PD 在整个拍摄的过程，还有很帅，对，我觉得这位要翻给就是大家韩国朋友听一下，就是PD 是一个就是温柔又坚定，然后又认真又负责的导演这样子，对，然后又很幽默。그래서꼭이제마이크로통해서모든한국분들께도말씀드리고싶은데저희이제이진혁 PD 님은굉장히멋있고잘생기시고책임감도강하고의지력이강하신아주좋은 PD 님이십니다对，然后他这几天睡得很好，因为睡得很少，因为他都在后置剪接，所以但是还是来到这边参加记者会，所以我们非常谢谢导演。그리고편집때문에거의잠도못주시고매일편집때문에바쁘게일하시는데이렇게먹잇까지와주셔서정말감사하게생각하고있습니다共同的推出这个节目，在制作过程啊，在这个编导过程中，有没有跟之前在韩国本地做节目不一样的地方呢？네일단우선이렇게대만하고한국하고합작하는프로그램을같이이렇게제작하는데제가또연출을맡게돼서굉장히일단영광으로생각하고있습니다首先呢，我非常荣幸这一次可以担任就是台韩合作合制的节目的导演。그리고뭐다아시다시피지금대만과한국이같이이제협력해서제작을하다보니까기술스태프같은경우에는그다한국스태프들이어가지고
제작하는데크게어려움은없었어요그리고그한칸 TV 쪽에서너무작은소품하나하나부터다챙겨주셔가지고전체적으로는큰어려움은없었는데那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呢，因为我们的制作团队基本技术团队基本上都是韩国的团队在进行，所以本身制作过程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再加上客台从小小的道具到各种方面都帮我们打理得非常的完美，然后安排得非常的好，所以其实在整个制作过程是没有发生太大的困难的。네이자리를빌어서이제조금이제죄송한말씀을드리고싶은분들이계신데제가한국에서이제연출을하다보면은그출연자들의어떤그말하시는모습이나그런목소리나이런걸듣고조금컨디션을체크해가지고촬영을진행하길하는데제가아무래도언어적으로홍재님과원성아버님의어떤그컨디션체크를잘못했어요촬영할때그래서그부분을체크를못하고계속이제진행을하다보니까그부분에대해서두분께좀죄송한마음이들더라고요那我想要借由这个机会呢，其实想要跟几位人就是说声抱歉。另外呢，其实我在韩国拍摄的时候，我会随时去注意到一些演出人员的一些心情或者他的状态，但然后再去做一些协助。但是因为语言沟通上面的困难，所以比较没有办法去确认，就是温胜豪还有小张宏杰这两位演出人员的一些状态和细节，所以比较没有办法去做到周到的周全的照顾。所以我想再次这个机会，再次借这个机会向两位说声抱歉。他跟 Judy 好像有话要说。아지금저우리이특영님하고저기다들왜우리는얘기안하냐고하시는데당연히이제 다체크를나름했는데那比特啊 ，Judy 啊，这些人好像都有对我的发言有点意见，就好像就觉得说，那我是不是都没有关心他们？那其实我都有关心大家啦。네그래서다음에또이런좋은기회가있다고하면그때는제가좀중국어공부를좀해가와가지고좀더잘촬영할수있게끔하겠습니다那如果下次我们还有更多台韩合作的机会的话，我会多学一些中文回来，然后再多多关心我们台湾的演出人员。说好了。谢谢雪玲姐应主，大家都非常辛苦，也谢谢莉亚，然后谢谢Shirley Little James Wayne 小杰跟 Judy， 然后等一下时间交给他们后面人，请现场所有的记者朋友们可以多多的发问，看起来刚才也蛮多苦闷的事情在心里。对，所以待会可以借我这个机会多了解一下他们怎么合作，然后是有多苦闷，多想要抱怨，好，待会都可以好好跟大家分享的。不知道要不要翻？네네아까여러가지마음에조심마음에이제불만도있으실것같고뭔가하실말씀도많으실것같은데요이따가이제각자이제말하실기회를드리실거니까그때네마음껏발언해주시기바랍니다好好分享。Yeah, I'm sure you can talk more about that. What difficulties you have?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让我们主唱团队来一张大合照，好不好？就在这去给。真的非常谢谢。你看，光这样子短短一个访问，就感觉到这个台上跟台下的交流。来，我们先看一下前方。好。OK， 中间的摄影师。OK。Please look at the left side. Okay, and your right side. Okay. And 너무멋있어요 Yeah. Okay, 我们后面的 the cameraman. 저기있는카메라봐주세요 Just say hi to them. 好，媒体朋友们都有画面了吗？ Left side. OK， 还有要补画面的朋友吗？